那个请天宇示范一下高级的那个经理应该怎么穿着。我是商务部的职员，我现在还没到总经理，就是我希望大家还是用一般的眼光看待我，不要觉得我是有任何的差别。富二代三代都是你知道裤头都穿怎么敢学长我现在是不敢了我是说裤头拉高一点。为什么？没有啊，高级职位啊，而且你又把衣服塞得那么进去。我小职员啊。你有两个，我一个都没有。你有两个哥哥。好狠哦。好狠。两个哥哥比两个男朋友赞。星星，因为我喜欢星星，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伤害他。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刚有看到安妮站在那里，大家一人补一个位置在说，看到吗？看看他多惨。而且我哥还就是他是新台词，就是他自己想的台词来骂我。哇！然后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有点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就是这么错的事情。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你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吗？你是故意的吗？”他说：“我怎么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语无伦次，就台词混在一起乱讲。他骂不了，骂不了，他骂不了赵全哥。我太喜欢赵全哥。其实我看到心里面也觉得有点难过，而且我刚才又发现。天宇居然跟星星穿情侣装，他就赢哎！居然是为了他们，心里面都还是没有我，还是没有他。哎呀，那你们慢慢谈，我先回合作社了。谢谢你。等一下了，你先走一下啊。再帮我吗？不用了，不会啊。我旁边站着。蹲下。这边都是要洗的吗？对对，全部给你洗。好，加油！加油！就是。然后吗？先这样抱。进来。这样抱也怪怪的哎。就不能再后悔了。我说，这样好不好？我就不要这样子了。这样好怪哦，因为他没有很高。哎，好，跳上来！我以为你要跳下去，我以为你这件事情要跳。高，妈！你自己演你。星星。好，好，我们试试看，我前段这边走一次看看。你为什么要偷笑？为什么我亲的时候没有开心会笑？哪有人在亲的时候在笑啊？谁亲谁会笑啊？我啊。哈哈哈哈哈！这样讲，对对对。哇塞！哈哈哈哈哈！已经是切破了，切盘子，这个盘子等一下拿起来是一分两半。你要送进来，不喜欢吃羊，在里面，在里面，那可以多点动作。鱼肉，鱼肉也不喜欢。吃完，那你吃完。